为了促进视障者就业，并且提升视障按摩小站的能见度，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八月份开始举办一系列的行销活动，还特别邀请知名网红拍摄宣传影片，实际体验视障按摩师傅的指尖功夫。日本网红伊库老师亲自体验视障按摩师傅的指尖功夫，他特别拍摄宣传影片，号召大家透过按摩纾解工作一天的紧绷与压力，直夸他们的专业度一点都不输给坊间 SPA 会馆，而且价格经济又实惠。我每一店都是那个剪辑影片嘛，在电脑前面一直剪辑，一直剪辑，所以他按的时候就马上知道啊，这里酸哦，很厉害。老师是经过。有严格而且是专业的是科学的一种的培养以后，再经过政府严格的一种的验证，所以我们取得是丙级按摩师执照。为了促进视障者就业，提升视障按摩能见度，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八月份起将举办一系列宣传活动，只要到北市府39家配合店家消费，就能参加抽奖活动，让民众享受巧手按摩之余，也把好礼一并带回家。欢迎啊，民众！第一个，你能够上网来找到在台北市的视障按摩小站，那你进去消费，我们就有机会抽奖。那第二个呢，我们有个专属的这个脸书活动，那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脸书活动，还可以也可以抽奖。工作很辛苦，天气又这么热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这个享受我们视障按摩朋友他们的专业的服务。劳动局积极推动健康职场环境，特别邀请网红拍摄宣传影片，目的就是希望让工作者能适时放松，让更多民众看到视障按摩师傅的指尖真功夫。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游翔婷采访报道。